再闹下去我们是要吃亏的。你就公约我们先回去，如果他们不把人给放出来，我们是有办法对付他们的。日本的和狗腿的手里有枪，我们赤手空拳敌不过他们，这样把王有霞就给拖到警察厅里去了，我肚子都要气炸了，要不是有人拦着我，喝出一条命就骗他几个。工友们看吧，这些日子日本的天天打伤咱们工友，他们把咱中国人当成什么了，就是当牛当马，你不能打过来踢过去啊，这样下去不行，咱们得齐心协力干他一场。保卫警察厅去，我把人家抢回来，把第一局长拖出来，叫他去要人去。保卫警察厅去，把王有霞抢出来。保卫警察厅去，对，不放人不干活了。工人们正在气头上，抗日的情绪高得很。我们的工人党员像张强、李荣又都是新同志，怕掌握不了这种情况，要是我们晚一步不马上想办法，说不定工人要吃亏。好啊，这正是一个好机会，我们就痛痛快快地大干他一场。这个事情不是闹着玩的，咱们不能让工友去硬碰。那怎么办呢？难道我们对工友说算了，人家日本子厉害，咱别干了？当然也不能往工友头上泼冷水。那么怎么办呢？我们应该告诉工友们，你们这次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闹罢工干得对，以后我们还要百倍英勇地斗争下去。蛮干是不行，要用计谋，敌人现在是占上风，我们就要慎重，条件不要提得过高，一有结果马上收兵，好继续团结自己的力量。你这样就一定会打击群众情绪。我们自己人，省委的意见怎么样？这是省委的指示。省委的意见，工人已经行动起来了，我们就不能站在一边，就要去领导。对呀，要用适当的要求把他们的行动给统一起来。但是罢工的时间不要拖得太长，只要得到一些结果马上就结束，免得暴露我们的力量受到敌人的摧残。同意省委的指示。老曹同志，省委还叫你去开会，等我把这里工作安排好了我就去。老周，你还有什么意见？当然服从上级的意见了。那么好，今天晚上警察，警察，把信号拿下来。查户口，户主姓什么？姓曹。几口人？两口人，他是我内人。做什么职业的？铁路局职员。那两位呢？一位表妹，一位朋友。对不起。今天晚上，一曼和老周
先分头找工人党员和活动分子，跟工人们开个会，研究一下罢工的条件，把一切都准备好。小刘，咱们先走。好。在讨论的结果，可以提出四个条件，我来念一念，大家看对不对啊？第一条，释放王有霞，发给养伤费。第二条，惩办打人凶手，保证以后不再发生此类事件。对。第三条，增加工资10%。第四条，不许无故开除工友。好，全有了。对。那么大家马上到工人宿舍去，召集工人们开会，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要求是正义的，只有齐心坚持，一定会有结果。小李啊，罢工宣言和标语传单，今天能赶得出来吗？不成问题，大家干劲十足。那么我们连夜就把标语贴出去，敌人可能已经注意到我们了，我们大家要小心，但是不用害怕，要是在这里实在待不下去了，我们就下乡打游击。哎，早点派我们下部队好不好，省得在这个地方闷气。谁不想下去搞武装呢？这一方面固然很重要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城市工作的阵地我们也不能够轻易地放弃啊，我们还要长期的隐蔽，积蓄力量，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随时把我们的人送到乡下去发展武装斗争，你们说这样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但是今天的目标是取得罢工的胜利，那么大家赶快行动起来吧。对对对。由你电业局长出面，啊，第一条、第二条通通答应他们，工人把他放了，啊，把打人的凶手惩办一下，工资增加5%。有事见面，有事见面，打人便贴过。如果全市的学生市民都被工人煽动起来，我的治安没有办法维持，你负责任。共产党怕大厉害，困难困难，让他们得意几天，就这几天。哎，快去快！这个人的线索，请你们一定要给我找到。敌人虽说答应了几个条件，但是他一定还有阴谋，我们要在敌人还没有行动之前，把我们一部分的力量送到乡下去搞武装。我完全同意，枪对枪，刀对刀，干这一通。组织上派你和李荣两个人先下去，你有什么意见没有？我明天就走。好。王月霞的伤好些了吗？现在还不能起床，那他只好晚一点下去，告诉他
叫他别着急。那是介绍信，你和李荣两个的路费，咱们走吧。看去的方向，可能是到电业局。张强、李荣已经下乡去了，就是王月霞的伤还没有好，一时不能动身。明天你去打听一下其他工友的情况，赶快报告省委。我看我们都搬搬家才好。那明天清早你去找一下房子，马上把文件整理一下。每次罢工，总会有些同志遭到意外的。上海那个小顾嘛，记得。他是沙场女工的时候，他就巡步打断了胳膊。他昏昏迷迷的，还对我说：“赵姐姐，赵姐姐，咱们的警察队占领了租界了。”你们女同志的心思啊，就是细致，一下子又想到八辈子以前的事儿。以后应当更加小心。没问题，就叫你。多少好同志遭到危险，难道你不应当很好的为党保力量？那个女的哪边去了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，打死了。不知道。
小姐，你陪我到秋林公司去一趟好吧？你不能回去，老曹被捕啊。我本来是给你们送紧急通知来的，陈薇要你们两夫妇马上下乡。马上下乡，现在怎么办呢？我看你一个人赶快走吧。不，我不能丢下就走，我还得安排一下。老曹被捕了啊！你要立刻搬家，省委紧急通知告诉我们的同志，该搬家的都要搬一搬。好，老周，希望你小心隐蔽自己，为党保存力量，别像从前那样容易冲动。城市里的工作阵地，我们是一定要坚持下去的。嗯。王爷侠的伤还没好，你照顾一下他。好吧。啊，老周，请你打听一下老曹的下落。一定，你放心吧。再见。再见。针对日寇加强城市的统治，我们隐蔽了城市的革命力量，把大批干部派到乡下。领到抗日情绪高涨的千万农民，普遍发动游击战争。在此方针下，赵一曼带领部分工人下乡，在灶商制的游击区活动已经过了一年。行，快歇一歇吧，不累，喝吧。不累，你们才辛苦了呢。我们一点都不累呀，还缝得快一点。嗯，喝口水，喘喘气儿，缝得快。眼看到秋天了，咱们队伍还没见棉衣呢。嗯，就快了，做完了。好，那就好。这些天呢，日本子搜查得很紧，大伙儿加一点劲儿，把活儿干完才好。好，快了，再过两天就要做完了。保准队伍能穿上棉衣，那就好，一定能叫穿上。这个献给你。哎，我妈和李同志了，给咱送水来了，咱快加点水吧。你看，天这么热，大娘真是不热不累，喝口水再。你们太辛苦了呢，我们一点儿不累。那你说吧，来喝口水，大娘坐着歇歇吧。不累。妈，李同志一天忙到晚，叫他跑这么老远来送水，看你也不体谅体谅他。可不是，李同志来到咱们村一年多了，比来时候瘦多了。好，以后啊，说什么也不让他出来，别受我女儿批评。今晚我们去打区公所，回来在你处输赢，请于帮助解决。你动员的六名青年，由老张头带来。老张同志，你可辛苦了，来坐炕上歇歇。哎，走这段路算什么？你赶快写回信吧。你先抽袋烟。哎，我这有，我有。哎，你忙去吧。好，忙去吧。吕大爷。啊。告诉那几个年轻小伙子，叫他们马上到这儿来吧。队伍上老张头来接他们来了。好，这可好了，他们早就等得着急了。我马上就去。小妹妹，水烧开了没有？水开了。哦。哼，这阵子咱们队伍发展的真快呀，净是些年轻小伙子。张大爷，喝完水吧。哼，这丫头几天不见就越长越好看了。把这个信带给王团长吧。好，好，好。他们都来了，都来了。进来，进来。哎，进来吧。什么时候走啊？什么时候走啊？你们看，这不来人接你们来了？我们都等好几天了。是吗？
游击队的生活可艰苦啊，风吹雨淋，爬病卧下的能受得了啊？吃苦怕什么？只要能拿枪打日本子，什么苦也不怕。好，有种，要革命就得这样，不但能打仗，还能吃苦，你们说对不对？对对。吕大爷，东西都收拾好了吧？好了，都好了。待会儿叫他们带走了。我非急不可，人家都要走了。你这孩子就是不听话，我和李同志说说去。你跟李同志说吧。李同志，人家一个个的都要走了，就你答应我到队伍上去吧。二兄弟，别着急，打日本也不是一年两年就可以打出去的，等你长大了，我一定答应你去，好吧？不，李母，还是李同志说的对，你太小，又不是妈舍不得你，队伍天天打仗行军，人家还得照顾你，给队伍上添麻烦，过两年再去吧啊。你们几个都商量好了不想去，我偏要去吗？李同志，天快黑了，我们该走了。你们走了？来，走了。每个人带上一件。哦，对了，来，带上一件，带上一件。刚才王团长来信了，说咱们队伍今天打仗去，回头住咱们这儿。你怎么不早说呢？你通知妇女会的小组长马上开会，咱们准备一下吧。好，我就去召集啊。好。再弄点来，这点够几个人抽的。哎，够了，小妹妹，别拿了。去。哎，把你们一年抽的烟都拿出来，他们也都给抽光了。这不算啥。李同志，你不知道他这个人，只要是咱们抗日军的事儿，要命都行，别说这点黄烟了。嗯，你这句话嘛，倒说我心坎上了。要不是李同志这一年多的教育，你能那么开通啊？妈呀，妈，咱们队伍来了。到哪儿了？哎呀，都到村东头了，打了很大大声仗，交了很多的枪，就赶快走吧。妈呀，快来吧，快来吧，快来吧。烟拿来给他们抽啊！哎，吕大爷，别张罗了，来坐下歇歇吧。不累不累，歇歇，坐下吧，吕大爷。王团长，你坐下，你坐下。没事了，啊，吃的住的都准备好了。哎，今天仗怎么打的？我们伤了人没有？没有，我们的女同志化妆成老百姓的妇女，就混进了松建营的区公所的围子去了。天黑了以后啊，他们从里边就打开围子大门了。嗯。咱们的部队一下子用进去了，包围了区公所，交了他们的界。那个韦区长啊，正在屋子里抽大烟。我们进去了以后啊，他以为我们是他自己的人。王团长真是好样的，这叫做女英雄化妆施巧计。王团长自取宋家营。哎，你们坐，坐，坐，都安排好了吗？好了。路口上都放了警戒哨，同志们都住下了吧？
都住下了，抗日救国会招待的可周到了。好，那休息去吧。好，坐下坐下，来来这边坐，坐坐下。脏这样了，还舍不得洗洗。好好补补啊！啊，哎，我提个议啊，队伍到咱们村了，可不能让他们破破烂烂出去啊，那咱们可就不光荣了。早想让他们干干净净走，大娘您就放心吧。好，拖鞋给你补补。没破，我好好的呢。你们这小伙子，打仗都打得挺漂亮，回家也挺会气人的。把衣裳给我脱下来。脱下来就脱下来。哎，老曹同志有信没有？没有，大概还在哈尔滨监狱里面。要是他死不了，就等我们打回哈尔滨救他出来吧。对，现在我们要加倍的努力来打击敌人。这一年多来呀，地方上给了部队很大的帮助，你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。哪里，我没做什么，党对我的期待是很大的，可是我做的很少，我总觉得我自己没很好的完成党给我的任务。事情啊，全是老乡们干的，要是没有他们呢，真是寸步难行。哎，你来这一年多，人都累瘦了，要没你这个带头人，咱老百姓能干出个啥呀？算了算了，军民本是一家人，咱们谁也不必客气，反正是鱼帮水，水帮鱼的事儿，我看是缺一不可，要抗日就得这样，你们说对吧？赵省自立一个团，就在珠河一带活动，距离哈尔滨100多里。如果不把这支游击队消灭，哈尔滨随时会受到严重威胁。我们要把铁路两边的屯子完全烧光，把所有形迹可疑的人统统杀掉，把老百姓赶到一起，圈起来，叫他们鱼水分家，叫共产党失掉依靠，叫他们得不到老百姓的一点帮助，叫他们冻死饿死，这是绝妙的办法，以后南满也可以用，还可以用到华北、华南，用到全中国，要叫中国人知道大日本皇军的厉害。敌人就是这样毒辣，想把东北人民烧光、杀光。
想一下子就咱们亡国灭种，把咱们吓到再也不敢反抗了。他想错了，中国人从来也没有叫帝国主义吓到过。他想把老百姓归到一起，监视起来，再也不能帮助抗日军了，想把抗日军消灭干净。他想错了，抗日军是老百姓自己的军队，老百姓和抗日军的关系是火也烧不断，刀也砍不断的。同胞们，我们要擦干眼泪，咬紧牙关，报仇啊！报仇！报仇！妈，你不要难过，打走日本鬼子我就回来。妈不难过，大明，你去吧。穷人只有一条路，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打鬼子去。你去吧，到队伍上好好干，啊。
你们到哈尔滨同步山地一带去调查，据可靠的消息，李空匪叫一门带了一批人从游击队里造上去的一个团汇合在一起，可是他们的给养大大的困难的，听说他们最近已经没有粮食吃了，现在是我们围剿的好机会的，提你阿嘎鲁嘎，你们听明白？啊，明白明白明白。说，这是一份地图的，你们要把他们最近活动路线的调查清楚的。是是是。野菜老的都拔不动了，再过几天一下雪，就连这样的还没有了呢。可不是吗？有点乱，得给病好吃吧。好，对对。味道还不错，要是有一只老母鸡呀，就更漂亮了。哦，真的，来来，我尝尝来。也是给我们增加了不少的困难，一些不对的给养主要的是靠野菜，眼看冬天也快到了，这对我们的威胁是很大的。不错，敌人的烧杀政策是毒辣的，我们目前的情况是相当的严重。你们听，很好的鸽子唱出这种泄气的调子来了，我们目前必须想办法克服困难，巩固部队以前比较集中的活动，给了敌人不少的打击，在现在的情况下面，我们就要采取分散的活动，积极地发动群众，加强群众工作，一切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，只要我们坚持抗日，老百姓会永远支持我们。下去看一看。哎，这下可找到了，就是这个地方。哎，来来来，我
去。你赶着先走吧。啊，哎，路上小心点啊！没事，我上山去。运，赵师爷，爸爸来了。爸爸，你来做什么来了？卡上会听说你们没吃的了，叫我给你们送了点粮食来。粮食来了，哎，李大爷，李大爷，哎，李大爷，怎么样？对，我的，挺得住吧？啊，没问题，挺好，挺好。李大爷，啊，到团部去吧。哎，走啊，对，三团粮食带着啊。好，好。哎，等等，递给我看看。哎，同志们，我爸爸来送粮食了。哎，李大爷来了。哎，李大爷来了。于大爷，啊，都于大爷，于大爷，于大爷，你怎么来了？于大爷，怎么了？于大爷，哎呀，你们挨饿了吧？没什么，坐下吧。好，您老人家一路可辛苦了啊。哎，没啥，没啥。于大娘好吧？啊，好的好。要不是日本鬼子病吞病的，说什么也不能叫你们吃野菜。就是他妈的鬼子和狗腿子看得太严了，干着急呀，送不来。好容易钻了个空子，总算是送到了。于大爷，你可救了我们的鸡了，我代表我们劝团的同志来感谢你。这是应该的，要抗日就得这样，要不革命怎么会胜利呢？人民永远支持我们，永远忘不了我们。老百姓怎么会忘记你们呢？你们肚子饿得咕噜嘎啦直响，我们都听见了。师傅让我们在这一带山地再坚持一些时候，季阳还答应给我们解决一部分。好啊，为了加强我们团的政治领导，要你做我们的政治委员。啊，老曹同志，早就想到的，早就准备了的。从二七大罢工的时候，他就在斗争的最前面，为了革命贡献出了他的生命。党不会忘记，人民也不会忘记他。死了的是尽了责任，我们活着的有更好的战斗下去。得到敌人一些报纸啊，知道了中央红军他们经过了千山万水啊，现在已经跟山西北部的红军
胜利的会师啊！蒋介石用了数百万军队围剿追击，但是他这个杜拉的计划已经叫我们粉碎了。详细的情况当然不知道了，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白的，从我们党中央去年8月1日的宣言上可以知道，争取全国一致抗日的政策是确定的。这样看来，我们东北的抗日局面是更加有希望了。同志们，中央红军胜利地到达了沈北，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件大事情，我们大家要用新的胜利来庆祝。报告政委，提议开晚会庆祝。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好吧，大家就分头准备，但是要注意警戒。
俩回哈尔滨可以交差了。他妈的，总算没白跑。来的突然，看样子是包围形势。不要紧，只要我们站住这个汕头，营救上不来，这仗打好了，我们还可以好好装备装备。这个仗不能打，我们得突出去。情况已经很明显了，如果打的话，同归于尽没好。这边已经发现敌人了，这边敌人已经上来了。好，马上突围，张强那个队留下做掩护。不，这样情况我再留下。那怎么行呢？你带队伍突出去，我留下做掩护。这一带地势你比我熟悉，还是你突出去。我不能把你一个人留下，万一……不要为我个人担心，为了保全我们有生力量，为了党的利益，不要争论了吧。好。冒尔山会合吧，你等着我们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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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再见，再见。同志们，这个打，我们一定要完成掩护的任务。打！
咱们同时去。你何必那么固执呢？这对你有什么好处的呢？只要你做一点小事，只要你把赵胜志的地方告诉我，把他活动的路线给我画一张地图，做完了你就可以出去。你还年轻，应该好好的生活。日本人也是中国人呢。现在日本的家业过大，回老家来了，帮助中国人的文明强盛，你得反对，为什么？难得倒霉。再说王道乐土，大同世界已经在满洲国美妙的实现，你们这共产主义事业还有什么希望？像你这样子为共产主义牺牲还有什么代价啊？我是爱护你们青年的，要是你不知道自爱，了解，让你考虑三分钟，三分钟。很简单，告诉你们这帮强盗，早晚把你们赶出中国去。这个猪！哪里是呢？马家龙，真海狗！嘿，你说不说？你说不说？不说？闹！笑个奶，笑个奶。赵尚志部队的情形他知道的很多，你马上把他送到医院去。是，等医好了以后再问他。是。哎，你知道他是什么人？抗日军的大首脑。这个好好看着，好了要你负责。是。哎，怎么样？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呢。死不了啊。喂，韩护士，把点心拿给他，这是厅里送来的。你一直叫着水水的，为什么喝了这一点就不喝了呢？医生一会儿就来，我姓韩，
我叫韩永义，他们派我来照看你。我知道你前天在报纸上看到你了。哦，警察厅还给你送了点心呢。拿开，就到外面去。嗯，醒了吗？醒了。嗯。醒了吗？醒了。疼吗？你这个怎么受的伤啊？打日本。赵一曼呢？哦，在报纸上见过，见过。真是中国的。你是中国人吗？是的。希望你很快的给我治好。这是我们当医生的本分，我们可以很快的把你医好起来。可是把你医好了，你以后……大夫，我了解的。你按你的本分做好了。表面的伤啊，好治。这个子弹已经把腿骨打穿了，这个骨头啊已经碎了。现在要先上夹板，现在还不能开刀。这样子吧，病单贴四个月。一定要想办法，活着就是我的胜利。喝水不？嗯。你今天好像很高兴啊。嗯，高兴。从敌人的报纸上可以看出，我们抗联的队伍到处在活动，到处在打击敌人。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该高兴的。报纸你送回去吧。这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我怎么看不出来？你是看不出来的。我，那么你给我讲讲好吧。你不怕他们注意你吗？我不怕。那我还是晚上来吧，谁也不会知道的。你把你们怎么打日本，统统告诉给我。嗯，每一个不愿意当亡国奴的中国人都应该知道的，我们的事业是最光荣、最高尚的，我们的斗争是可歌可泣的，多准都欢迎人家来听。好，晚上我一定来，我等着你啊。哎，把报纸给我看一看。喏，给你吧，你能看出什么来？这么好了吗？他的小小的好了。再把他拖来，我一定要在他身上炸出一点东西来。
什么也不知道。前功尽弃，前功尽弃。你们是专门干这种事情的吗？嗯？与其这样，你就打死好了，你何必叫人家活受罪？这都是他们干的，不关我的事，不关我的事。张大夫，救救他吧！当然，我们要尽我们当医生的责任。真感谢你，你为我操了不少心。说哪儿的话？我从来也没有伺候过像你这样的病人，也从来没有伺候过像你这样久的，我真是离不开你了。那么你就跟着我好了。嗯、好。我天天提心吊胆的，生怕他们再来折磨你。我看等你好一点的时候，我想法把你藏起来吧。你当我是个小玩意儿呢？小韩，嗯，我也好久没看报纸了，你去找来给我看看吧。好。从敌人的报纸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的队伍在什么地方活动，也许他们以为我死了，只要我有一口气，我总是想着他们的。你快去吧。好。那个果实饭好一点了吗？好一点了。我有话要问他。你快睡下，你快睡下。那个狗腿子又来了，又要折磨你，你快睡下。他来了，我就说你吃安眠药睡着了。嗯。叫他起来。疼得好几天也没有睡觉了，昨天晚上吃了好多安眠药，叫不醒的。什么时候能醒啊？早呢。你上班的时候他就睡了吗？是的。哼，有你鬼娘们睡觉的日子。看守帮忙，他说的话你听见了吗？嗯。你刚才跟我讲的这些道理，我也想过。我看最近你也变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绝不会跟别人说的。好。明天晚上你来，他要和你谈谈。好。日本强盗在东北到处横行，但是到处吃到我们的子弹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一定要斗争下去。我们抗日联军管理的红军配合起来，要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。哎，这样才不愧是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赵先生，打仗的时候你不怕吗？一个共产党员，一个爱国者，什么也不怕。
当你看到敌人烧杀奸淫自己同胞的时候，心里充满着仇恨，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和千千万万的生命连在一起，你不但不会怕，反而更勇敢更坚强起来。女孩子也一样干吗？和男人一样的勇敢。你看我是个男人吗？我要去，杜生能要我吗？只要不愿意当亡国奴，有决心打日本鬼子的，都要。哦，哎，你怎么不吱声啊？哎，小韩，医生说我的腿再有一个月就行了。我看等不到一个月。哎呀，我真怕他们再来拉你过堂去。小韩，你知道我是不能待在这里等死。一个革命者是不怕死的，但是他的生命却十分宝贵，要是这样牺牲了，是革命的损失。我把你藏起来，藏到我家里去。不，傻姑娘，万一出了毛病，岂不连累你一家？小韩，你要是真心想跟我走，我们找机会逃出去。我一定跟你走。老董让他一去好不好？嗯。长腿，那个果食饭最近怎么样？快了，七月初。哎，老董，来来来来。哎呀，老董啊，你任务快完成了，那个果食饭七月初就要这个了，你该晋级了，请你客吧。啊，老董要升警长了，一定要请客啊。对了，该请客了。好，请客。我上班去，回来见。哎，狗不理等你啊。赵先生，刚才我听刑长腿说七月初他们就要把你执行了。小韩，不要哭。今天六月几号？六月二十六。我一定要逃出去。哎呀，你腿怎么能行啊？我是爬呢，我也要爬出去。老董，我知道你是有正义感的青年。赵先生，你相信我，要走咱们一起走，我帮你走。天天受敌人的压迫，天天亲眼看见自己的同胞被敌人残杀，我实在干不下去了。我要重新做人，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。老董，我了解你。这个你拿去，赶快准备准备，我们好快走。路不好走，车不能去了，你们下车吧。
我们得马上走，敌人一定会来追的。好，我马上雇车去。过了老山头，我们才算到了安全地带。哎呀，快点到吧。你们看，那就是老山头。到目的地还有20里。过去这一带是我们经常打游击的地方。汽车，不要怕，抓过去也是死，我和他拼了。不，我绝不能让你们两个人白白的牺牲。你们保存下来，还可以为革命做些工作。你就说，我骗你出来结婚的；你就说我花钱雇你来上药的。好，把一切的责任都推到我的身上，你们两个就可以保存下来，但是绝不能丧失民族气节。我们去的地方，死也不能说的。敌人就要把我处死，我已经做了准备。最后我检查了我自己，我的良心是安静的，我的一切思想都是想望着我那亲爱的党，想望着我们伟大的抗日民族斗争，想望着我的战友们。我今天献出我的生命，这是用我最后的行动向党做报告。我高傲地扬起头，因为我是为着多难的祖国牺牲，我知道我的党必然会领导人民得到胜利，帝国主义必然失败。
伙计们，到一边。大大万岁！